<laughs> 다음 곡은요 제가 처음 이제 창조주를 알게 되기 전에 어 왠지 이 곡이 굉장히 와닿았거든요. 그 찬미가 찬성가 중에서 고통의 멍에 벗으려고라는 곡이 있어요. 누가 그 가사를 앞 부분에 이렇게 읊어주시면 더 좋을 텐데 준비가 미치 안 됐습니다. 제가 가사 앞 부분이 고통의 멍에 벗으려고 예수께로 나옵니다 이렇게 시작되는 겁니다. 여러분의 무거운 짐들 오늘 아마 그분께서 다 알고 계실 겁니다. 이미 시작도 아시고 끝도 아시기 때문에 내려놓고 같이 여러분과 저와 같은 한 마음이 되는 시간을 또 제가 이곡을 통해서 여러분에게 전해드리겠습니다. 啊，这堂课呢，我们谈一谈高血压，是吧？接着上，我们接继续讲。今天上午啊，我们谈了动脉硬化，是吧？是的。啊，讲了胆固醇。那么一个人的血压高。这意味着呢？那么血压想要。

피를 세게 품어낼 때는 언제 품어냅니까? 쉽게 생각하면 여러분 다 해결돼요. 단순히 생각하면 너 언제 세게 품어내? 몇 시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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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몇 生气的时候，运动的时候血要，血压不不不上升的会怎么？会出现什么现象？嗯，啊，那就是，那就就搞不了运动了，是吧？你看这样运动是吧？身体的各个部位啊正在慢跑，那么你你肌腿部肌肉啊啊，浑身呃肌肉啊需要更多的血流量，那么。 血压升高的理由啊，因为它需要，所以它才升高啊。心脏为了给身体的各个部位啊传输更多的血液，所以它得超负荷工作。所以所有的血压升高的原因呢，都有其血压升高的需要啊，有这个必要，所以它才升高。身体不会胡来的是吧？不会没事自己就血压升高，都是有需要的。不管什么原因，血压升高。 血压升高呢，都有其理由，都有其需要啊。这个需要，你们不仅不不除去这种引发血压升高的理由和需要的话，那么血压是不会下来的是吧？你们你们不不啊不解决这个理由，反而用药物去控制血压，所以这个血压药啊，你得吃一辈子是吧？啊，大夫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嗯。 但是呢，血压升高啊，这个是必然有其什么使其升高的理由哈啊，那么我们就要搞研究研究，到底是什么理由让我们的血压让我的血压升高呢？然后把这个原因解决了，那么血压自然就下去了，是吧？嗯，道理就这么简单，所以，所以一辈子。 一辈子高血压药也可以，也可以不吃啊，必须得吃。医生是这样讲的，因为他呃，药物不是从根本上去解决血压升高的原因。还有呢，啊，油腻的食物啊啊，总是在我们身体里引起这样那样的麻烦啊啊！你们今天上午在看的在圣经里，利维基已经说了，你们不要吃油脂的东西，是吧？嗯，那么这个油脂的东西啊，就会使我们的血液变得很粘稠。 嗯，这个粘稠的血液啊，那么就传递不到啊，流动不到这个毛细血管，就是末端是吧？毛细血管就啊发生堵塞。那么我们身体呢，动脉啊，大血管就是支干血管呢、啊，就是大动脉啊、中动脉、小动脉啊，然后什么分支出来很多毛细血管。 我们身体啊，一般成年人大概有呃五公升的血液，是吧？其中大概百分之八十的血液呢，在毛细血管，就是微循环里流动，是吧？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血液在这个呃主主要的血管里流动。所以毛细血管堵塞、萎缩，自然很多的血流量啊就涌到了高速公路上来，比如说。 地方国道堵车的话，那么当然高速公路就得，呃，车都拥到高速公路上的，同样道理是吧？所以毛细血管这个微循环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的微循环状态如何，那么跟你的，啊，比如说我们觉量血压是在这个大的血管上去量是吧？嗯，在这个听脉脉搏声音，嗯。 嗯、呃，这个微循环呢是吃油腻的食物啊，对这个毛细血管呢、啊、微循环呢是极其不利的。血液粘稠啊，毛细血,血管呃萎缩啊，所以血液流流畅不就不流畅，流动就不够流畅。还有啊、呃，那么生气的话，我们的血压也会上升，是吧？ 那么我现在运动，正在慢跑，但是血压不升高，那是那那会出现什么问题？那么肌肉很很快就会酸疼，因为什么？氧气、血液营养供供应不良，是吧？那么生气，但是血压顶不上去，那么那头就疼的就炸炸开了，是吧？因为脑袋。 啊、呃，供氧不够充分，是吧？所以这个血压是随着我们身体的需要啊，随时升降了，是吧？它是也是一个充庸。那么血的流量什么时候会增多呢？我们吃过咸、过甜啊，过于刺激的啊那种食物，尤其是我们韩国食物，是吧？啊，你们在这里吃的食物很清淡，你们别以为我们今天又。 今天我们听了一个，我今天听了一个新新的学说，说有的是肝不好的得吃无盐食，哦，我我这是这是闻所未闻啊。其实肝呐啊,啊，吃到现在这个程度的咸淡就够了啊啊，大家什么无盐食，不要老往极端的地方跑，懂不懂？倒是极其平常的。嗯，我们这个新期点运动啊。 啊，是没有极端的东西啊，没有那些偏偏的东西，非得吃这个不吃这个不行啊。我们从来不讲这些东西。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生命的气息，还有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啊什么啊。那么喝水是不是得喝蒸馏水啊？哎，别搞这些东西好不好？干净的水就足够了啊。嗯，所以一让你们搞什么，你们就钻到牛角尖里啊。 啊，那么稍稍稍稍有一点不同啊，那就是跟零部件不同一样啊，嗯，啊，比如说用用瓷砖呢、啊，还是用、啊、用用用的什么瓦砖呐、啊，那么地板用什么铺啊？是是造革啊，还是什么地板呢？啊，就这这个层次的问题，对这个整个房屋啊是没有什么多大影响的啊，大家这么想想就可以了。嗯，所以有的人又来说什么？嗯，说李博士。嗯 水是不是煮开了吃不行啊？为什么？那水不得死了吗？水为什么会死呢？是吧？那有的人啊，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水水不是死，只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表现它为死？水会死呢？水煮开的话，那么煮开的时候，那么气泡呢，就是把水里的一些。 很多气体都被蒸发出去了，是吧？啊，因为水当中有很多的氧，嗯、啊啊，一煮的话，那么水里面的很多气体都蒸发了，那水就没有味味道了，是吧？啊，就变成白水了，真是白水了。那么水里边很多的气体啊，就是什么？就是氧气，是吧？就是氧气。 那么水煮开了，氧气就都被煮出去了，啊，这样的水里面放着什么啊？放上植物的话，那么植物就会死的；放上金鱼，金鱼也会死掉的，因为它呼吸的是水中的氧气，是吧？啊，水，所以人们就表现说什么啊？水煮开了，水就是死水了，我们称之为白水、白开水，是吧？那你们也用。 这个像鱼一样用鳃子呼吸吗？啊，所以大家不要说那些见风就雨啊，什么电视上看到啊这个那些，你们就不要介意，懂不懂？别说风就是雨。所以你们是金鱼的话，那么开水就要命了，是吧？但你们你们不是用不是用氧氧水水里吸收呼吸氧气是吧？ 是从哪里啊？是用你们的鼻孔，从空气当中通过呼吸来，嗯。所以你们，你们呐、啊，煮没煮啊？其实对你们意义不大啊。啊，我发现这儿，呃，专门问这个东西啊，你们那些那些东西、啊、以后不要再读了啊，嗯。 啊，知道的很多啊，知道的很多，所以说没有什么活水死水之分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六角水，啊，有的人得喝六角水啊，水的结构啊，从原则上讲，水的结构啊都是六角的啊。 来看水的结构啊，水的化学分子式是,是 H2O，呃，两个氢原子是吧？这样的结构，这就是蒸馏啊，水蒸气的结构啊，煮开了就是这种结构。 啊、那么 H2O 呢，就是分解，呃、啊、分分分化以后，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水蒸气。原来水啊是这样。那么从呃作为水的状态的时候呢，它的结构是还是一个 O，H，O，H，o, H, 用这种形式来呃组成的，啊。 啊，水的结构啊，是这种结构，形成一个六角，嗯，形成一个六角。水的六角的这个结构啊，大家啊、呃，是作为水的一个最稳定的状态啊啊，可以发挥水水的本性，嗯，但是这个水啊，加热呀、啊，或者是。 它就开始走形了，啊，就是比如说加热的话，有些固体会融化一样、啊，哈，啊，这样慢慢融化一样，结构就会，呃，改变一样。水也是一样的，是吧？在外力的影响下，呃，结构分子结构会改，发生变化的。水煮开了，这个六六角六角的结构呢会发生变形。那么水呢？啊、呃，水。 啊，水的结构就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但是这种变发生变化的水喝就不行吗？啊，那么啊，开水喝进去以后啊，那么水就自己就会,会恢复到结构上去了，它有恢复的功能，是吧？是干净的水就可以啊。嗯，道就是平常的，大家不要寻找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啊，我也希望有这些东西啊，拿过来啊，这是什么水啊，还给赚点钱。但是，但是大家知道，有关生命的东西啊，归根结底啊，没有一个可做商品的东西，是吧？你们现在我说什么好，我说什么好，你们都得趋之若鹜，是吧？啊，便便宜点买过来，然后批发来卖，我让赚点钱，好不好？其实。 关乎生命的东西都是平常的东西，没有值得呃拿过来、嗯、做商品卖的啊！有的话我也来卖了啊！嗯，对你们啊，对你们有帮助的，真正生命所需要的，生命的创造者呢，已经都白白的供给给我们了啊，是吧？嗯，所以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嗯，如果我们能做的话啊、嗯，啊，比如说。 好的，造米啊，好的，有关你们，嗯、呃，这个每天的饮食啊，啊，我们可以，可以，可以给你们适当的介绍介绍哈，但是，嗯、呃，真正关乎生命的东西啊，是不能商品化的。 还有什么什么波动水，还有什么这个水那个水，水的这个还有什么日本人，日本人这个拍了水的结构啊啊啊！你们读过那本书《水是的答案》这本书是吧？啊，对水说“我爱你”，然后表现出了六件，啊，说我恨你，这个水就变得结构变得啊很很变形了，是吧？ 啊，这个倒是有道理的啊，我我相信这是有道理的啊、哦，我相信有道理的。水是可以感知信息的，水好像是一种灵物一样，是吧？不是水有有有灵，是吧？水的结构是非常敏感的，敏感的结构，对什么？对于极小的波动，我们的我们的想法，那个脑的脑波。 脑部也可以影响到水的结构啊，所以说水是非常敏感的，是吧？嗯，可以影响到水的分子分子排列的，是吧？所以说，是所以说，有的人说喝这个啊没事儿的啊，喝进去以后啊，啊感谢啊啊心怀善意，那么水呢，对我这个善意还做反应，是吧？ 所以你们不要被那些这个做买卖的人的商数所骗啊！嗯，什么说这个什么寺院里的水又好啊？啊，照片里也有啊，嗯。所以说大家又去对这个寺庙里的水啊，啊。那么即便是好水，在你们里边一生气发火啊，心怀恶念的话，水还是要走形的。你们的心怀意念是问题啊。 啊，这些水不是问题啊！你们不要，可因为什么波动水呀、啊，什么六角水呀、啊，什么能量水呀、啊，什么这个 m b c 前两天播过一个什么是吗？都都是都是都是些骗人的呃骗局是吧？大家不要被这些商数所骗。嗯，道永远记住，道是平常的，生命的气息啊啊，对我的心怀意念做反应。 水也一样，啊，我的心怀意念，念之在之，为善是图，懂不懂？不要为那些这个芝麻小事儿钻牛角尖儿啊。血压这个东西啊，啊，有两个，有两个数值，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低血压，是吧？比如说一百二十，七十。 我、呃、上上面是什么，下面什么呀？嗯，啊，只能是两个是吧？一阴一阳嘛。比如说心脏，心脏把血液鼓动，还有细血,血管回流的时候是两个，两个血压、啊、是吧？当然是血流量从心脏出来的时候，我们称之为高压是吧？啊，这是一阳，那么下面是什么？ 心脏为了，哦、啊，为了重新鼓动血液呢，重新把血液回流到心脏的，啊，心脏扩充的时候，哦、啊、心脏一扩充呢，扩充到，扩充到无极限的话，那么血压就没有了，是吧？啊，那么低血压就变成零的话，那么生命也生命就也是，啊，没戏了，是吧？ 所以收是收缩啊，收缩一放一收，都是一个中庸，是吧？收的太紧，松的太大都不行，所以一阴一阳之味道，是吧？所以说呃，迟缓血压是吧？也称作这是收缩血压，也叫高血压。 这是缓冲血压，这个低血压呀、啊、叫缓冲血压，呃，六十六十以不在六十以下就算正常，九十以不在九十以上我们称之为正常，我们医学界呢算算作正常，那么收缩血压呢？ 一百四十以上，不到不在是一百四十以上，称之为正常。嗯，九十，呃，不在九十以下的话啊，就觉得是正常范围。那么九十、六十以下的血压呢，我们称之为低血压。嗯，我们称之为低血压。 所以正常的幅度啊很大是吧？九十到一百四十，大概这个幅呃幅度大概有五十是吧？啊、呃，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幅度啊，人们往往啊、呃、就搞不懂了，搞懵了。那么不到不到一百四十就是正常。那么血压稍微升高一点，一量什么一百三十五啊，医生说什么啊还在正常范围。 啊，还在正常范围，啊，所以你们就觉得，哎，吃咸吃咸一点也没关系啊，还是正常。大家就这样啊，这个一步一步，慢慢的就日积月累，你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容易改变啊。你们的正常血压是一百二十，吃咸一点的话，吃咸一点、辣一点、刺激的食物，血压就从一百二升到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 那么到医院一量呢，医生说什么啊？这是正常数值，正常，的确是正常。这个世界啊，总是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待生命啊。这个这个，你们不要被这个统计数值所蒙骗啊。啊，在我的这个中学、小学、高中、大学同学当中啊，嗯。 我经常呃，他们对我怎么讲，你知道吗？嗯，现在现在都是六十五岁的人老人了哈，但是他们他们他们身体上不是哪个零件出毛病，就是哪个部位出毛病了，不是前列腺呐、啊、肝呐、啊，反正每个人，比如说中风啊、血压高啊、心脏不好啊、身心心肌梗塞啊。 每个人呢，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啊、呃，都有这样那样的病。那么跟他们一一看呢，啊，在我眼眼里啊，已经啊不新鲜啊，病殃殃的。最最不新鲜、最病殃殃的地方是哪儿？是心啊。见面就说什么？哎，我们时我们的时代已经走去了，现在半截半截身子入土了，心已经灰冷了啊，嗯。 他们的心已经灰冷了啊！这是不对的啊！就是越活越年轻，老当益壮。所以说新鲜衰老，那么身体当然也会衰老，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是吧？所以生命结构基础设施也打的不好，什么钱的肉，什么血吃血压药、嗯、恶性循环啊，所以一个一个都病殃殃的哈、啊。 没有没有生气，他们看到我，我他们看到我，后，一开始生气勃勃是吧？他就问我，你没有没有毛病吗？他说我身上没有毛病，真的吗？真的。他们会怎么说？嗯，他们说，啊、哦，这家伙好好怪呀，啊啊，现在啊，现在这个年头啊，没病反而成怪事儿了，是吧？六十五岁。 超过六十五岁，身上没一个病处，那人们觉得就奇怪。那么统计就是这样，我们也不知不觉当中被统计牵着走，是吧？生命不是数值啊。那么，那么正常的东西在这个世间呢，却成了不正常的东西啊。他们这种半截半截甚至入土呢，却是嗯病殃殃的、老态龙钟的这种状态，反而成了正常啊。你们是被。 统计数字啊，统计人生被被蒙骗了，所以你们要打起精神来啊！所以我的朋友说啊，这家伙真啊真奇怪呀、啊。然后连子说什么？嗯，啊，这看你活的跟我们就不一样啊，嗯，活的就怪啊。所以啊，你们要想正常的话，你们要怎么样？要走和正常相反的道路啊！这就是大的中庸。 人家都走的道路，明明是死亡的道路，你们就不能跟着走？啊，只能结果都是生病，啊，他们所说的所谓的正常的，其实都引领我们到死亡，是，其实真假颠倒，是吧？啊，真正的正正常呢，应该不应该有病，是吧？越活越年轻，所以像我们现在这样生活啊，师从啊。 七十年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是正常的生活是吧？嗯，啊，过去我们没钱吃肉啊，成天吃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啊，山上吃野菜，那个时候没有没有糖尿病。啊，我工作的那个塞伯兰斯医院没有糖尿病病例，啊、嗯，很稀罕。但现在、呃、家常便饭是吧？到处都是，啊。 所以啊，大家呢，你们看，new start 新起点呢、啊，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生活，是正常的生活道路，知道吧？啊，这就是道路啊、嗯，嗯，那些非正常，这个世界才是完全扭曲的社会啊。 那些什么非非正常的，反而人们是正常的。那么走非常非正常的道路，那么身体肯定也会变得非正常啊！这是真是让我们痛心疾首的事情。嗯，所以你们要恢复正常啊！即便是人耻笑你们是不正常，但是你们要心里有谱，有主见啊！所以吃咸了，吃咸了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 吃咸了，这个血压升到什么？升到一百二十六，嗯，还在正常数值之内，是吧？那么就这样，啊，不正常的东西啊，不正常的东西却在正常的数值范围内被被正当化了，是吧？啊，就这样。那么在这里呢，再加上五花肉，吃咸了，再加上五花肉。 啊、呃，血压升到了一百三十二，还在什么？还在正常数值范围内，是吧？啊，所以说没必要什么吃蔬菜，啊，什么吃那么清淡，是吧？血压还是正常嘛，就被蒙骗了，是吧？再加上什么？吃咸、吃腻、吃油腻的，然后再加上啊，来了一个电话，那么让我泄气啊，发火。 窝火的电话，那么血压蹭升就一百四十，还是在什么？那么我现在的生活呢，完全是不正常的生活，那么有受压力啊，但是数字还是一百四十，还是正常。因为什么？大大部分人都这么生活，是吧？所以啊，一百二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之间，称之为正常数字，是吧？ 啊、呃，来回来回，哎、呃，所以大家就把它统称为正常。其实这不是正常，是吧？是不正常的，看是正常的，不正常，是吧？所以你们现在的量血压，啊，血压很稳定啊，因为食物很稳定啊，经经常喝水，生命建基础设施建构的非常好，血压很稳定，嗯，懂吗？每天每天血压很稳定。 哇，今天，今天出去风光了一把是吧？啊，哦，面貌一新啊！血糖二百五十啊，五百六十嗯，那么眼睛就要受破坏了是吧？还往上上呀，五百啊！ 掉的时候还怎么样？还低血糖啊，忽高忽低，荡秋千一样是吧？忽高忽低，啊，我们的生活肯定就会导致这种结果啊！啊五花肉啊，牛排，这上去以后呢，再吃药，啊，血压就就跌下来的是吧？然后为了预防低血糖，又吃什么？吃甜的是吧？血压又上去了。 反反复复的恶性循环是吧？人一上一下，那么这个并发症就非常严重。那么来到这里以后呢？嗯，一量一百五十啊，一百五十，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没到几天是吧？没几天功夫，血糖恢复到一百五十了。啊、嗯，我们这个。 啊、呃，年轻的帅哥，哦、嗯，啊、呃，胃癌扩散已经，啊、呃，医院连手术已经已经没招了，回家就就等等日等日子吧，想吃好吃的吃不了了、呃，吃不下去了，是吧？吃不下食物。 喝喝粥啊，现在怎么样？今天早上我一看，啊，拿这么一大堆去吃是吧？哈哈哈哈哈。生命的奇迹！你说他脸上有没有？你看他的脸色，你看他的气色啊，已经有有生命的气息了是吧？我昨天还打蔫呢，呃，眼睛没神儿是吧？ 啊、哦，眼眼睛有神了，嗯，啊、哦，我看也是很稀奇，那这么快能恢复，这不是奇迹吗？啊、哦，这不是奇迹吗？啊，奇迹就在我们身边发生。如果如果我们这个李弟兄啊，我们这个李帅哥，三十八岁是吧？嗯，嗯，癌症得的也早是吧？ 是不是一个年轻人？啊，如果说，哎呀，我没得治了，哦，医院已经没治了，那么绝望啊啊，心灰意冷，说我死了，那么成天躺在屋子里，那就是等死，那真的就一路一路啊啊，小跑着去去奔往阴曹地府了，啊、嗯，那么来到这里以后啊、哦，感谢上帝是吧？啊，心地很善良，面相就善良是吧？ 啊，那么是，那么想捡一条命是吧？每次听的时候，脑子里是怎么样？咔、呃，又活路了是吧？所以身体就很快就恢复了是吧？啊，这是奇迹，真是奇迹！啊，掌声响起。好了，啊，你你们，您站站起来给大家看一看。 第一天什么都吃不下啊，什么也吃不下，没有没有气气力是吧？走路这样。我坐在他旁边，吃着、就、吃、是，我说你很快就能吃饭了，是吧？我说了吧，啊，两天两天我连着给他鼓气，我以为后天后天差不多，但是从昨天开始，啊啊，真是了不起！ 哦，我我搞新起点讲座，我也是经经历了这样的奇迹。那么我们，那么我们做了这些让我们血压升高的所有的这些事情以后呢，血压还在正常范围之内，我们就啊、呃、被蒙蔽了，是吧？比如说，大概到四十五岁、五十岁的时候，还能控制在这个范围内啊、嗯。但是过了四十五、五十岁啊，人过半中年以后呢？ 同样的咸淡的食物啊，同样的油腻的食物，同样受精神呃压力、窝火，过去还能控制在百分之啊呃一百四十的正常数值内的血压呢，过了这个年龄阶段以后，啊，过了这个年龄阶段以后，呃、就呼呼的就上去了，是吧？啊啊，所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吧？所以五十岁以后啊。 同样的和五十岁以前的生活形态是一样的，是吧？啊，但是五十以后呢，一百四十八啊，一百四十六，一百四十八，为什么？同样的生活呃方式，啊，但是血压为什么就超出了正常方式范围呢？嗯，啊，和过去生活没什么两样，但是血压为什么这样就慢慢上来，控制不住了呢？所以随着年龄的增增长啊。 啊，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四，啊，一步一步的往上涨，挣到了一百四十八，啊，再挣就一百五了，嗯，就回不到正常范围内了。那么正，那么回到正常的话，也能回到百分之二十二十五，是吧？一百二，一百二十五，回到正常也是在一百三十五，还是偏高，主要在一百四十以上啊起伏。 那么这个患者啊，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呢、啊，原因在什么？嗯、哎，原因是在什么？没有原因是吧？因为什么？那么过去的生活一直人们认为他是正常的生活啊，对他们的生活习惯呢从来没有质疑过。那么这种生活习惯呢，就是潜移默化把我们的血压都给他提高了。我们称之为什么？ 啊，就是本态性，本态性高血压。本态是什么？啊，原来的状态是吧？啊，本来的状态。啊，就是没有没有原因啊，也称原发原发性高血压啊，就原来就是这样发展成的血压啊。那么原来呀、啊。 健康的人呢啊，就是、说 n u t r t 搞得好的人呢，六十七岁血压还是呃一百二七十啊，正常数范围之内。你们量量我的血压，和年龄和没关系的是吧？啊，年龄和血压不是成正比的。我在读啊一百六十年一一九六十年代读高学读医科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学的是血压随着年龄增高。嗯，那么。 正常血压是年龄，啊加上九十六十五岁的话，正常血压应该是多少？一百五十五，啊不成，不像话是吧？这种理论不像话，都是，啊，不像话的。我没想到他长得这么帅啊。啊，啊，帅哥帅哥，但是，啊，没有这个。 不像病人了是吧？啊，昨天还，前两天还病殃殃的哈，哈、啊、哈、啊，眼睛有神儿了啊，啊，眼睛是不是能恢复啊？能的，肯定能的，肯定能的，肯定能恢复视力。嗯，啊，只有一天啊，看见了，嗯，会有这一天的。 啊，有有人给你这样希望，啊、呃，多好啊，多有福气，嗯、呃，这是老大的福气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增长，血压慢慢慢慢啊，没有理由的这样往上涨，当然有理由的是吧？但是过去呢，用这些理由呢，啊，还没有发展成高血压。 啊，过去的生活形态呢，还没有引发高血压，三十年就这么过来的，是吧？那血压还是正常，但现在的生活跟三十年没什么两样，但血压却升增高了，就居高不下，为什么？你们学过了，你们能回答？啊，就是微循环被破坏了，是吧？毛细血管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啊。 啊，运动量越来越减少，毛细血管呢开始萎缩了，是吧？啊，在我不知不觉当中，毛细血管已经萎缩了。血压，血压是还是以前的血压，但是毛细血管微循环不畅，那么血压就升高了，是吧？主干血呃血管里的血压升高了，血流量增高了，所以你们要做转身运动很重要。越上年纪越要做转身运动，越要做运动。 散步、爬山，啊，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那么你们的毛细血管微循环就会很畅通，啊，食物吃淡一点，油腻少一点，啊，少受压力，这样的话，血血压要是不降下来的话，那就那就是笨蛋了，是吧？当然得下降，是吧？没有升上升的理由，没有高血压的理由，是吧？啊，这就是新起点。 啊，不是什么新起点，什么，不是什么治疗高血压的技什么技术是吧？是当然的，就是平常之道，就是正常的生活，啊，你们正常生活都怎么会啊会有高血压呢？是吧？一定要牢记平常之道，道即平常。所以你们来这做养生运动是吧？那么第一天做养生运动和今天早上做养生运动，是不是身体已经舒展的状态不同了？啊，不同的是吧？ 第一天身体很僵硬是吧？啊，疼，啊，现在伸展自如了是吧？啊，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毛细血管在这几天内也已经怎么样恢复了很多啊。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非常柔软的有机体啊，只要是主人需要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啊恢复其自然的充盈状态。嗯，那么血压呢？ 比如说高血，高高血压患者，一个血压很高的人，有的人呢，一百五十，低压八十八，有的人是，一百四，九十四。你说，你说谁的问题更严重？谁的问题？哪个谁的问题更严重？当然是下边的人，是吧？为什么？ 这个人呢？呃，低压更高是吧？就心脏心脏迟缓的时候血压更高。那么低血压数值高呢？换句话说什么意思？换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心脏心脏放松的时候，松开时候正常应该最多也就掉到六十百分之六十是吧？ 那么，心脏的怎么样？血压的就融进更多的，收回更多的血压血液是吧？啊，血液回到，那么血压就会降低。那么血压越低呢，心脏扩大了什么？血压越低，说明血压扩充的越大，就是血液回流的越多，说明他的心脏的这个。 呃，柔软性啊是更好。那么心脏扩充的、扩充的少的心脏，心脏呢，就是说低血压偏高的人呢，说明他的心脏的呃柔软性已经啊、呃、不够了，僵硬了，是吧？所以它啊、呃、不能迟缓，回收的血流量少，所以低血压高，也就是说心脏本身的柔软性啊已经出现了问题。 心脏变得僵硬了，所以从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下边的这个血压更危险。为什么？因为这个低血压呀，啊、呃，如果没事的话，血压高是高，但是这个低血压呢，心脏本身呢，其本身的功能啊，啊，还是可以维持的，是吧？从心脏的柔软性的角度来看呢，啊，那么还还是。 呃，可以维持是吧？如果心脏本身的柔软性，也就是说心脏本身啊发僵、发僵、发硬了，那么问题就大了，是吧？所以你们做伸展运动啊，之前的肌肉都很僵硬，是吧？嗯，肌肉都很僵，身体很发僵，但现在呢，相当柔软了，是吧？变得相当柔软了，那么。 柔软的身体和僵硬的身体有什么差异？当然是微循环的差异，是吧？啊，微循环啊，分布的越广越密，那么氧气供分、氧气供供供,供给的充足，所以撑撑把肌肉撑开也不会有痛感，是吧？所以心脏壁也有很多很丰富的啊、呃、毛细血管，今天上午你们已经学过了，是吧？那么。 心脏柔软的心脏呢？那么，那么扩张的时候呢？扩张的时候呢？扩张的呃幅度很大，是吧？心啊，说明它还是很有有很有弹性，是吧？那么低血压高就意味着你的心脏的弹性啊，肌肉的心脏心肌的弹性已经呃发僵硬了，是吧？血液的回流量减少了。 啊，明白了吧？嗯，所以这个心脏啊，啊，想扩充的时候就没法扩充啊，扩张的时候不能扩充。比如说，心脏什么时候扩张的大呢？运，当你们高高兴兴的、开心的去做运动的时候，啊，所以大家很开心的做运动的时候，登山呐、啊，啊，啊，这样。 啊，心脏呢就啊啊收缩也很有劲，收缩很有劲，扩张也很有劲，啊，这种一收一缩很有劲，啊，很有力量啊，是这样，这就是运动的状态下的心脏工作的呃状态，是吧？那么做完了运动以后呢，比如说。 比如说做完运动，李湘九的运动呢，正常运动是一百二到七十，一个小时以后呢变到一百四十二到六十，嗯、哎，那么收缩的力量也生长，那么扩张的呃程度也也也也也大，是吧？是扩张的越越大，所以说还是一阴一阳啊，双方的这个均衡啊，还是一个中庸，是吧？啊，回血血液的回流量也大。 然后血液的呃鼓出去的量也大，是吧？一个小时以后量的血压，第二天早晨一量，一量还是回到一百二到七十。一个小时以后再量呢，一百四到八十八。一个小时做什么了？比如说。 这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呃，我的心脏是什么呢？啊，收缩呢，比早上厉害，但是扩张呢却不如早上了，是吧？啊，扩张却不如早上了，这心脏就发僵了。一个小时之内不能扩张，一个小时干什么了？这一个小时我干什么了？啊，生闷气来着，啊，气不打出来。 一个小时接了一个电话，非常怄气。嗯嗯、啊、嗯，这家伙他妈竟敢这样啊！我一肚子火。这个时候，我的心我的心呢憋一股气，那么心脏这个扩张呢就发生问题。所以你们心如果顽硬的话，你们的血压也会出现问题。 你们要有一个温柔的心啊，体谅人的心，宽容的心啊，心脏就会什么变得很柔软，是吧？啊，这是非常神奇的，是吧？是我们的身体啊，真是对我们的心怀意念做反应，对信息做反应，是吧？哎，这是非常非常精确的。所以啊，血压呢？ 啊，要想，啊、呃、恢复正常，那么理儿已经很明白了吧？道理很简单了吧？嗯，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嗯，那么血压，只要知道我们血压升高的原因，那么对症下药，那么你们来到新起点中心呢、啊，血压很快就会恢复正常，那么几天之内，血压药、血血压降压药,药啊就会扔掉。 然后量，断药情况下量血压、呃，血压怎么样？药断了吗？还没断呢。啊，断了，什么时候断的？来的第二天开始就断了。量血压以后呢，正常血压，正常血压啊，又一个奇迹是吧？这个到底这个血？ 就没有再升高血压的理由了，是吧？那么这以后啊，再生点闷气啊，这血压就会还会升高，是吧？所以糖尿糖尿病不吃了，是吧？啊，药不吃了，是是不脑袋肿了？啊啊，胆大包天了，药都不吃了，啊呵呵，眼睛怎么样？感觉视力感觉？ 眼药也不用了，啊、嗯，看见的情况呢，好多了，好多了，哇，又是一个奇迹，又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嗯，啊，就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你们的生活改变了，你们的念想变了，你们的念想和生活一块儿变，啊、嗯，你。 啊，生活变了，念想跟不来，那还是迟迟不进，迟迟不进的。念想变了，但是生活跟不上，那也迟迟不进。那么，生命的气息和生活基础设施同样同步进行的话，那我们的变化呀，哇，我们的基因就会欢呼啊！我的主人终于回到了正途上来了，是吧？嗯，哇、啊、哇，好好帅，好酷啊！这样是吧？有活头了。嗯，我们小朋友哪儿去了？ 小朋友跑哪儿去了？睡觉了，啊？今天没去爬山呢、啊，啊？是爬山累了，爬累了。我问他去爬山，他不去，是吧？啊，去抓青蛙去了，是吧？嗯 <laughs>、啊，小孩还是天真，是吧？啊，也不知有多好啊。所以啊，啊，抓青蛙，爬山。 啊，返璞归真，你们的精神，啊，变得非常呃舒旷，是吧？啊，所以你们要尽量去贴近自然，所以你们呢，这、啊、本能的要贴近自然。人，我们的身体也是喜欢自然的，所以你们高速公路每到周末啊，那些想要回,回归自然的人呢，就很多。 那么，就哪怕就是一小会儿贴近自然，也是对你们身体好的。哇，大海，哇山，啊，这种感动。所以这江原道啊，是个人间天堂。所以，我们韩国呀，真是人杰地灵，是吧？真是有海有山啊，有溪谷啊，这儿去也漂亮，那儿去也美丽。春天那简直是一个大公园，是吧？哇哇，漂亮哇！ 这样是吧？嗯，这样的这么漂亮的国家，全世界可能不多是吧？真是山千里锦绣江山啊！山、嗯、千里锦绣江山，大家真是有福气是吧？所以说统一以后啊，我最想做的就是到，嗯，在北北朝鲜有很多著名的山哈、啊，什么七宝山啊、金刚山啊。嗯 啊，妙香妙香山，还有什么？哦，黄黄海道还有很多漂亮的山，是吧？九月山啊，这样的山我都想去看一看。嗯，还有那最上面还有个什么？先进到最上面有个什么？还有很多我们不知名的山。啊，嗯、啊，从从山顶到山脚到山顶啊。 到处都是奇奇景啊啊！真岛、晚岛、海岛也漂亮，巨济岛也漂亮，嗯，济州岛也漂亮，啊，去多岛海也漂亮啊、嗯！真的，这是真是啊，美不胜收的国家啊！中国怎么样？中国这个气势磅礴啊，想去一次啊，累呀、啊啊，累人呢，太远是吧？我们生活。 到处都是，啊，就哇，完了以后还得日夜兼程，是吧？太大，中国太大。韩国呢，一转身就是公园，一转身就是山，啊，自然和人很贴切，所以这个国家啊是个非常有趣的国家，嗯，啊，所以大家在观赏自然的时候，在韩国发现这个国家这么美以后呢，那么血压升高了，我估计。 啊，是很有问题的，是吧？生活在这么漂亮的国家，呃，血压升高那是问题大大了。所以你们受的精神压力有多大啊？啊啊！我们韩国人呢、啊，人和人之间的受的压力太大，是吧？彼此啊，彼此宽容一点啊，对人家事情少介入一点，好不好？累不累呀、啊？啊，但是这些都是都是不是从恶意开始的，都是善意开始的。 所以，我们这个彼此啊，生活的太贴近了，所以对人家的事情啊、事情啊啊，就肯定要关心，是吧？因为、呃、有情嘛。那么，越爱之越深，恨之越切，是吧？啊，人就是这样，是吧？那么，路人之间呢，没必要恨，也没必要爱，是吧？哎、呃，你你是你，我是我，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光桥。那些有关系的人，相爱的人啊、呃，才会有什么？ 啊，才会有癌症是吧？啊啊，所以所以相相爱的人之间啊，相爱的人之间却却互相憎恨是吧？那这就问题就大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矛盾。相爱的人应该更加彼此包容是吧？啊，我也是这样。别人跟我闹别扭，那我没来事。那么我,我妻我妻子跟我闹别扭，那我就受不了了是吧？啊。 那么发完火以后说：“啊、哦，真奇怪哈、啊！别人说这样的话，我可能，呃，大人大量啊、呃，就过去了，是吧？啊、呃，就过去了。但是我我妻子说，我我我就会动心啊！这爱这个东西啊，真是，呃，真的需要大的中庸，是吧？我们的爱啊，是没有智慧的爱，还是出于自私的爱，是吧？啊，还是出于自私的爱。” 还没有上升到那种大乘的爱啊，上帝的爱，就是对方不管对方啊怎么样，那我的爱是至真不渝的，这才是上帝的爱。嗯，所以李香久，你们以为是圣人吗？啊，你以为我我没有问题吗？你们不要这样想啊，不要把我看成是圣人。嗯、啊，我有很一大堆问题啊，我除了坦率以外没有别的。嗯，好了，所以呢。 啊，这个高血压的人呢、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心脏肌肉变得僵硬啊。心脏要想变得柔软呢，首先要正心，要有一个温柔的心，然后呢要运动，是吧？然后调节饮食，减除那些油腻的食物、咸的食物，是吧？食物变得清淡，然后做暂时运动，那么血压肯定要下降了。 啊，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啊，不受气，不窝火，嗯，啊，那么药你可以可以戒了，可以断了，嗯，还是要把心放下来啊，吃不吃那几片药不会死的，嗯，啊，如果天天让你有事儿生气的话，那你得继续服药是吧？啊，比如说人有人气你，有冤家对头，嗯。 那么在这样我们这个新起点的气氛当中啊，完全可以戒掉药，是吧？那么，嗯、呃，有的人，呃，我我我曾经在这个韩国 KBS 讲讲新起点程序的时候，也、呃。 啊，这个曾经想要暗杀我的那个嘉宾郡的，那个畜牧业协会会长了，因为患高血高血压、啊，来我这儿听课，但是听得很认真。啊，我呢，我在我站在这里，我站在这里讲讲课，有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嗯，因为你们都是啊，真的非常状态下来到我这里了，所以你们每个人呢，都想。 啊，一字一句不落的听我的讲课，所以你们目不转睛地看我我已经被你们的这种啊、呃、气氛呢、啊，被惯惯坏了，是吧？所以到大学啊，到高中讲课，他们他们都一半以上的不集中，是吧？什么睡觉哇、啊，打闹也不关心，啊，他们自己嘻嘻哈哈的看书啊，很散漫，在这种氛围下，我我就没有灵性，因为我经常在这种气氛的讲课，是吧？ 啊，我我就没有灵性了，是讲课我自己，啊，我自己的集中精力，所以很吃力。但是你们呢？啊，这种气氛本身呢，你们全神贯注是吧？很自然是吧？但是那个人坐在那里啊，他他他不给我目光，嗯，他不跟我对目光是吧？不是看天棚天花板，就是看地。 看窗外是吧？主要地板、天、天棚、天、天花板。那课呢？还是听？啊，一一听到重要的内容，他就写。但我就猜呀，他为什么这样？呃，不和我对目光呢？三天以后，我就问他，散步出去散步的时候，我就问他，啊，我就跟他，呃，套套近乎，但是没什么反应啊。 我说，到底他心里有什么这个事儿呢？是吧？有什么心事儿呢？我就我就走在了前面。那么我已经该做的我已经都做了啊。什么天气好啊？跟他套近乎，套了半天没套上啊啊！想跟他进行交谈，但是啊，没找到门径，是吧？所以这个人呢，还没还没敞开心门，所以。 我得还得等，所以，所以我就走在了前面。下山的时候呢，呃，我的步伐很快，是吧？这个人走得很慢。啊，回来的路上又遇见了，啊，遇见了，就是嗯嗯，你好，啊，这下山了是吧？啊，那么套又又套近乎，但是还是没门儿。 所以说您慢慢来吧，我就先走先走了。没走两步，他叫我，他说：“李博士，啊，我觉得呃有有一点呃不不不寻不寻常是吧？”就说我：“我能跟你一块儿走吗？”我说：“好，好吧，一块儿走。”嗯，这两个人并肩走。所以说，您知道我为什么不敢不敢瞧你吗？你已经啊、呃、发觉了吧？我就问，所以我就想知道到底为什么。 但是我我怎么套近乎你也不理我，啊，所以我就，呃，决心再等，是吧？再等机会，我正正是这样思愁着呢。是的，啊，那里边是有理由的。所以他呀，他就想组织赶水，组织赶水的，然后想绑架我。那么那个计划是他，他啊、呃、安排的是吧？他鼓动的，因为当时这个呃牛肉价、猪肉价。 大跌，所以呢，他当时恨恨我要死。他现在听了两天课以后呢，他现在心里才明白这个道理。啊啊，那个心里的怨恨已经没有了，但是还是啊不敢瞧，因为我曾经想要杀死这个人，所以不好，所以不好意思瞧啊。看这个人也不是那么件容易的事啊，这值得理解是吧？人之常情。所以我想，我想。 目不转睛的看你听课，我也知道这个有有效，但是呢，啊，想跟你交谈也也攀谈也，也也心里呢总是有有忌讳，啊，我自己也心里啊较量了很长许久是吧？啊，我也得敞开什么，敞开心门，然后得跟李博士进行交谈，要放下面子是吧？啊，总是碍于面子的话。 与我无异，所以他鼓足了勇气，然后他把过去的事儿啊，过去的这些陈年老账啊都翻开，然后得到李博士的饶恕以后啊，这样才能啊化解。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就握手了啊，握手了以后，这个人如释重负啊，说李博士，我我我现在心里啊，哎呀，轻松的不得了啊。 放下了一块陈年的，是的，血压就蹭蹭往下掉啊。呃，中午呢，我们一块吃饭，嗯，一边吃饭呢，一边聊天儿，嗯，然后啊，我就回到房间里，呃，有人找我咨询，所以呢，然后这个人重新敲我的房门，啊，他来了，他说：“李博士，我刚才量了血压、啊、哈。” 完全恢复正常了啊、哦！真是奇迹，是吧？啊，真是了不起！我们的心呢、啊？心怀一年就是这样重要。所以，我们讲正心修身，是吧？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正心呢、啊，那些跟自己怄气的人，那些人最容易得病。要怎么样？放得开啊！放得开呀、啊！其实。 想想起来很容易是吧？做起来也很容易，不是吗？两个夫妻吵架啊、嗯，那么那些那些哦，心里怄气不说话的男人呢？小心眼儿的男的，那么妻子呢想和解，但是小心眼儿的男人呢就不说话，就是今天你忙了吗？嗯，不说话，饿了吗？不讲话，嗯，这小心眼儿是问题啊。 啊，女的不是不是这样的，男的不是这样的，女的小心眼儿，这一个星期不讲话啊，啊，那真是有什么活活劲儿是吧？没活头了是吧？活着没滋味儿，所以你们要啊，赶紧摆脱这种小心眼儿。如果不想说话,话，你们要祷告啊，不要心里憋闷气啊，这个闷气可不了了不得啊。所以祷告，要赶紧化解，赶紧化解。 心里不要盛那些不好的气息，所以跟大家啊、呃、见面，啊、呃，如果你跟对方化解不了的话你要向上帝祷告，然后把你们心中的一些怨气啊倾到倾诉出来。上帝，你了解我的啊、呃、心情是吧？我想饶恕他，我想化解，化干戈为玉帛，但是这个不行，啊、行不通啊，行不来。你看，你让我怎么做好？ 好、啊，那么你这样倾诉以后，一半儿就化解了，至少一半儿化解了。这样反复反复的话啊，总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什么，心里就没有怨气了啊啊。那么化解以后，真是、哎、如释重负啊。所以呢，最后呢，哎，你们的心怀意念是这样重要，你们成功的做到这一点，你们的健康呢，已经啊可以保障了。 啊，那么你们的心态摆不正啊，小心眼儿怄气，那么病啊，那么是不理你们深的。所以说啊，我们化解吧啊，我们我们彼此交谈吧，谈谈心。嗯、啊，我也是话不多的人啊。那么闹别扭的我就不跟你讲话了，不理你了。这不是什么好习惯，为健康也不是什么好习惯。不说不说话的人，心里更难受是吧？ 怄、哦、气的人心里可能，但是还是啊咬牙不讲是吧？啊，这个人呢，真是真是顽固是吧？自己难受也自己不说，想要什么？想要让对方难受是吧？给对方压力啊，就是自己去享受这个乐趣。我也曾经这样过是吧？啊啊，那么你们可跟我也差不了多少是吧？啊。 但是我有一个解除这些苦闷的方法。有一次呢，在美国有个这样的事情，我妻子今在讲课之前呢，啊、呃，唱歌。那么美国人就说啊，唱个歌吧。那么我太太呢，不是我我我有些不懂。现在讲课之前啊、呃，安排好了讲唱歌，但我不知道，我、哦、讲课时间快到了，啊，得出发。 啊，这个人就是化妆啊，又就又捯饬，又又,又,又什么啊？什么又做做头？我说今天今天怎怎么怎么搞的？今天这么呃呃打扮呢？是吧？嗯，大清早开始就这样。嗯、哎，突然然后换完了衣服，我说走吧。哦，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呢，是吧？我说时间还没到呢。 或者我得我得去练歌，和钢跟钢琴伴奏者得得对歌，那就得走呗。所以然后就上车。这个时候我正在写书呢，是吧？那么得得关电脑是吧？有时候这个电脑啊关不上是吧？呃里边儿程序啊这这等半天，那么正在关机是吧？ <laughs> 正在关机啊，所以因为我爱惜电脑啊，所以我呢舍不得关，舍不得扣的，所以我就等。所以你你干你干什么呢？啊，妻子在那边发火。那那么我这是，我这是正在关机呢啊！你在那催我，嗯，我也来气。我正在正在关机呢。 呃，关机了，然后，然后讲课以前还得，啊，这发型还得整理整理是吧？然后吹风机吹，啊，我妻子呢，啊、嗯，必须得给我做型，发型，主要在这个卫生间做是吧？啊，在卫生间里坐在这个马桶上，妻子就用这个吹风机就嗡、呃、给我吹。 说说老公，你赶紧来，我给你做头。那么我现在心情什么心情？我不做了，今儿不做了。想这样说，但是觉得这样说的话，我这大理香久，水平就是这个地步，所以就忍着去啊。那么课得讲，心情呢突然就变糟了，是吧？然后从那时期，我就开始祷告。 上帝啊,啊，啊，你让我有一个坐头的心情啊，让我能够克制、克制自己啊，让我否定自己。你帮我，祷告完了以后，坐在那儿，啊，在坐头，睡头，换完衣服，驱车，然后来到讲课的地方。 啊！我妻子说天气好，啊就不想理，啊就不想回答。天气好什么呀好？但得说说点什么是吧？还得唱歌。如果这心情不好的话，歌也唱不好。我的课讲，但是还是不想讲啊！哎，顽固顽固。所以把着方向盘，就是一边祷告一边啊。 现在我就是不想讲话啊，但是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讲话。啊，用我现在的心情，我真的没心情讲话，但是求你帮助我，嗯、啊啊，手呢？啊，美国这个蔷蔷薇啊，很漂亮啊。开车当中，路旁啊，啊，三天走了三天的这个路程呢，好像错过了都。 啊，这个啊，你看那路路旁的蔷薇，突然就说了一句话，说完了以后觉得很冤是吧？啊，好像我从自尊心上输给了我太太一样是吧？啊，因为我先开口讲话了，而且还是太快了是吧？啊，啊我气质是死啊。 然后赶紧接这个老师，哇，好漂亮啊！美国也有蔷薇、啊呃。然后我就突然就是啊，如释重负，心情就变了。这个心情变好啊，就这么简单啊！啊，这一瞬间也不难，但是却搞得那么难是吧？啊啊，大家细想想看。所以大家不要钻牛角尖是吧？ 越穿越难，什么把,把？是吧？你们要赶紧要、哦、啊回头啊啊！也不知道这个面子是什么东西啊，要放下面子，放得开啊。吃亏是福，大家要记住啊。这好像跟我有一个同样经验经历的人是吧？所以啊，这个面子啊，你们要祷告啊，放下面子很容易，一祷告这个什么面子啊啊，很快就就没了，嗯。 所以有一种，还有一种我都搞不清的力量了啊啊！驱使我，是吧？让我在，让我让我把所有的气氛呢，所有的情况都一瞬间都给转变了。所以你们看啊，所以呢，如果不祷告的话，那天课肯定讲糟了，是吧？我们夫妻之间晚上回来呢，肯定啊，肯定心情也不好啊，这一天也就完了，糟蹋了。 那么这一天就是恶性循环。这一天呢，呃，我的是，那么很多时间过去以后，想起那那段时间，心情还是什么，还是不好。所以这一瞬间的祷告呢，让我变成了一个好的回忆。那么越讲越有意思，我现在可以给大家讲是吧？啊，越讲我觉得啊，我得继续得这样，继续得保持这种祷告的心境是吧？嗯，多好啊！ 啊，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你们没有机会去教会的话，但是你们要别忘了做祷告，因为上帝不不光在教会里头，懂吗？啊啊！你们如果心里呃怨的话，你们祷告的话，上帝完全可以在你们心里，是吧？

건강식을 해보세요. 운동을. 해보세요. 물을 마시 세요. 햇빛 p p y t 세요. 햇빛을 세요. 놀 h e 일이 생깁니다 햇빛을 Happy 세요. 절 e 를해 t 세요놀라 e 일이 생깁니다. 철제를 해보세요. 맑은 공기 마시세요. 맑은 공기 마시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맑은 공기 마시세요. 기운식을 취하세요. 기운식을 취하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유식을 비하세요.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주사대 받들이. 봤더니 놀라운 일이 생겼어요. 유산대봤더니 유봤더니 야! 자, 자 서신 채로들. 들어...